好了，那你们最近一次做是什么时候？没有排练到这一题吗？想这么久，难道是八年前吗？我那时候还没在一起。我从澳洲回来以后，你真的很认真，对，他真的在想，你真的很认真，可爱呀，真可爱。你为人，你这男朋友真的是老实人。你为人怎么那么诚恳呢、啊？从澳洲回来，陈哥，你可以，陈哥，你可以答一点，其实与这个话题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我想听他的答案，感觉很真实。在上礼拜，啊，他真的太诚恳。嗯，上礼拜大概我从澳洲回来的第一天吧。都已经说出来了，哎呀，都已经说出来了。陈哥都已经说出来了。对，我们在家里排练的时候，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说那个，说我们其实不用照着这个话题的中心点答，我们可以绕来绕去，绕一点别的。他就绕到别处去了。有错有差。